刚才这选手让我刮目相看，没想到他这么棒。来，我们看看下一位表现如何。来，来来来来，刚才那个男孩表现得特别的好，我觉得你应该表现得更好才对。我觉得他已经输了是吧？为啥呢？200分。哦，这么说你肯定能250了。怎么也比你250强是吧？哎呀，别在分上纠缠了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好了好了，来，有请我们的魏亚诗。浪漫帅气的小伙面对高空挑战是否胆怯？然而此时此刻，无论如何也已经没有退路了。究竟是平淡有礼，还是浪漫无罪？他的表现将会为我们大家揭开谜底。好极了，给点掌声。一切准备好了，开始。我们看着他是蹲着往前走的啊。跟着走，降低危险系数，人会觉得不害怕啊。但相比较刚才的那位是站着过去的，难度系数会大一些啊。小伙子，你得站起来，要不然不公平了。你要站起来。不对。哦，不不，比赛是有规则的。要聪明的话，跑步比赛可以绕道打车走。你不着急，他很着急。还有一个小时，我们这棚就到时间了。单手获胜。漂亮，好。